This is a learning machine. 这是一台学习机。You see, we always make videos about the newest tech products like PCs, cell phones, and tablets. But this one here is quite different. 你看，我们总是制作有关最新科技产品的视频，比如个人电脑、手机和平板电脑。但是这里的这个很不一样。Wondering how it feels to study in the future? Let's just cut the crap and step into this little guy here.想知道未来学习的感觉，我们还是别废话了，来看看这个小家伙吧。这个是科大讯飞刚推出的讯飞超跑学机 X1 Pro 啊，一点都不惊讶吧？刚刚那个语音翻译的水平，应该也能猜出来是讯飞家的东西了。那这个学习机和你们理解的一般意义上学习机可能有点不一样啊。平时我们提到学习机，好像都是这种东西，还有这种东西，对吧？哎，仔细想想的话呢，这些呢好像都是给小孩子用的辅助性的工具吧。但是讯飞这个学习机，它的功能契合都是现在学生正在学的东西，考试要考的东西。然后这玩意儿价格卖到了3999，也就是说这是一个高端的学习机啊。虽然说这个价格呢，哎，一点都不便宜啊。但是话说回来，如果他能帮我考上北大的话，是不是也未尝不可能？那么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呢？苏妈曾经用过一个词叫做 special sauce， 那我觉得这个 special sauce 放在这儿就挺合适的。这台学习机的 special sauce 就是 AI 算法。讯飞直接把这个 AI 个性化学习当成了他们一个主要的功能，放在了这个学习机的首页上。哎，那么这个 AI 到底是怎么介入你的学习的呢？我们来试试看啊。我假装我是一个很普通的学生，那我首先选好我的信息、年级、城市还有学校这一些，还有我用的教材，准备好之后我就可以开始我的受苦之旅了。选择一下我们平时用的课本，还有我现在正在学的这个章节。那么每个章节呢都会涉及到一些考点，对吧？所以呢它会要求我们首先先来找弱项，给我10道综合性的题让我做。做完之后呢，它会根据我的错题帮我分析这些考点里有哪一些是我比较薄弱的。那这个时候呢，我就可以选择一个个我没有掌握的点点进去看啊。但是呢，我也可以选择 AI 推荐帮我来分析一下我最需要补的知识点是哪一个。那针对这个知识点，它就会要求我学习一个。讯飞给每一个知识点都做了辅导视频，所以看起来呢还是比较直观的。恶补一番，差不多搞懂了之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巩固练习了，看看我这个知识点啊掌握了没有。那这样的话，每一个薄弱的知识点呢往复循环，基础的东西差不多就八九不离十了。接着我就可以针对整个章节做一做进阶练习，或者呢来一场期末考试啊。其实讯飞这也就是通过算法来找到每一个人的弱项，因材施教来提高学习的效率。那我们传统的复习靠的都是题海战术，对吧？做大量的题，哎，5353，5年3年，一本接一本，对吧？但是对于普通的学生还有差生来说，如果你的基础学都不是很牢靠的话，其实题海也不会有什么大作用啊，反而会缺乏针对性，效率会比较低。那讯飞这一套体系的话呢，我感觉它会对普通同学帮助更大一点，它就起到了一个带你跟上课堂节奏的这么一个作用啊。那我知道你们有一些同学其实并不是不想听课，只是学校里的老师啊，有的时候教的，哎呦，实在是太无聊了，是吧？一听就想睡觉，根本就把持不住了，简直跟有毒一样，最后就漏掉了很多的考点。相信我，我也经历过这个时期了。那对于这些同学，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有用的。这个 AI 学习针对的是理科，那这个 X1 Pro 另一个比较关注的点就是英语了。这个里面有两个功能是我觉得最骚的，一个是它能帮你训练口语，另一个是能批改你的作文。对的，现在人工智能已经进化到可以帮你批作业了。那训练口语是怎么训练呢？我们可以朗读一篇文章，它会帮我们录音。比如我们英语的词汇还可以，但是读的不好的话，就像这个样子啊 ，Tom and Becky worked down a winding passage.Inside a cave, holding their candles high, they saw names and dates written on the wall with candle smoke, by other visitors to the cave. They used candles.
那这样的一个口语，它就会帮你分析出你读的句子是完整的，但是偶尔会有卡顿不流畅，对吧？并且你的口音非常的不标准，它这个成绩上面都会反映出来啊。那如果你读的稍微标准一点，稍微流利一点的话呢？ Tom and Becky walked down a winding passage inside a cave, holding their candles high. Becky and Tom read some of them as they walked along. They were talking so much that it was a little while before they noticed they were now in a part of the cave that had no writing on the wall.这样一来，它的流畅度得分就很高了。口音虽然还不是最标准的，但是肯定比刚刚好很多了。通过这些测试，还有你上面哪些单词念得不标准的，你大概可以明白一个努力的方向了。再到这个音标练习里面，把你的音标学学好，多跟读几遍，你就知道怎么去改善你的口语了。还有我们刚刚讲到这个作文批改，对吧？来，我们现场就选一个主题，现场瞎写一篇作文。OK， 写完之后呢，用这个摄像头扫进机器，它就会帮你批改了。它会根据你写的作文得出三个子项评价，你的作文完不完整，有没有达到采分点，有没有符合题干的要求，然后你的作文语法上有没有错误，对吧？有没有错误的句子用法，它会根据你每一个错误进行分析，告诉你语法错在哪里。最后呢，还会根据你的这个组织结构来决定你流不流畅，意思是不是贯通，里面有没有用上复杂的句式。底下呢还会提供一些范文供你参考，供你修改，对吧？这个体验总的来说还是蛮神奇的，有点未来老师的既视感，但是现在才刚做出来，所以说里面有一些主题依然是有限的。据讯飞的同学说，今年夏天会加入批改任意作文的功能，那就比较牛逼了。除了这些之外呢，这个 X1 Pro 上还有我见过的最好用的搜题工具。虽然说这个也是从数据库里扒题，而不是去做题，但是它比市面上的搜题软件多了一个分析的步骤啊。它会分析题目，详细告诉你每道题里的要点、解析、注意事项、考点这些东西啊。这个我觉得是比答案更加重要的东西，对于刷题的同学来说还蛮有意义的。那有些同学可能要好奇了，既然这个是安卓系统的平板，那岂不是可以装个王者荣耀吗？嘿嘿嘿嘿嘿，你想了没啊？讯飞这个平板对于应用的安装管控非常的严格，你只能从自带的应用商店里面下载软件，里面大多都是为学习准备的 APP， 只有少数的益智游戏和社交软件可以安装，并且这些娱乐的 APP 也会被严格的限制，比如说家长可以通过他们的手机控制你能上的网站，还有你娱乐的时间段，你能装的 APP， 那这些东西平时你是不能用的。相信我，我也试过破解的，结果这个机器就连开发者模式都给锁掉了，等于一点后路都是没有的。所以说呢，你就好好学习吧，不要多想了。这个上面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，像什么错题集啊、名师讲课之类的比较传统的东西，我就不多讲了。那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吧，有点颠覆了我对学习机的认知。之前确实很少有人借助人工智能来加强学习的，包括市面上很多哪怕是标榜自己是智能的学习机，基本上也就是个装了小猿搜题的安卓平板嘛。所以这个 AI 算法算是我比较欣赏的点吧。此外，毕竟这是讯飞做的东西，所以英语这一块，尤其是口语还有翻译这方面确实很牛逼。但是这个机器也有一些缺点是我要提出来的。第一个就是它的教材还不够全，比如说高中护教版的教材目前就还没有收录，所以等一个更新吧。另一个就是针对进阶的学习功能还比较少，比如说 AI 算法它更多起到的是一个纠错巩固基础的这么一个作用，如果你所有的题目都能答对的话，那它智能推荐的意义就没有那么大了。所以说针对学霸，这个 AI 算法最好能再引入一些进阶的高难度训练，那适用范围肯定会更广一些啊。总的来说，从讯飞这一台 X1 Pro 的学习机上面，我们可以看出一些未来教育的影子啊。通过算法来优化学习的过程，提高教学的效率，那么也许未来的学生哪一天就不用天天刷题了，而是可以省下大量的时间来做自己想做的有意义的事，或者是进行社会实践，这也许是有机会改变目前相对死板的教育环境的一种方法，还是蛮让人期待的。最后问你们一个问题啊，你们觉得如果你有这样一台主打软件的学习机的话，会不会对你的学习有帮助呢？欢迎在弹幕里面告诉我们你的看法。
关于这一台学习机我们今天就聊完了，那接下来7月7号我们会给大家带来 AMD 第三代 Ryzen 处理器的首发评测，敬请期待吧。喜欢我们视频别忘了素质三连，7月7号再见啦。